会宁时间、田园合奏、Le Concert 和 Chambette。他的创作者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派的代表画家提香。这幅作品表达的是对田园牧歌生活的怀念和向往。从画面中，我们似乎可以听到人和羊群的呼吸声，在弹奏的乐曲声、树叶的沙沙声、野草的窸窣声，它们似乎都应和于同一个季节、同一个节奏。这幅作品创作于1509年左右，现在保存在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。生动的画面效果，自信而灵活的空间划分，光彩照人的人物形象，以及弥漫于整幅作品中奇特的恬静氛围，都给人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。会宁时间，法国巴黎。